黄祖蓝首次执导的贺岁歌舞片就嚟上映啦！临近新年，呢日祖蓝就喺街头为街坊写挥春同派利是。佢仲话首映嘅时候，阿南终于可以现身支持啦！阿南咧又坐月就如坐监，因为咧你基本上边度都唔可以去噶啦。咁所以坐咗咁耐，闷咗咁耐咧，佢话唔得啊，我要释放啦！咁佢就要出嚟啦。所以听日就会喺首映里边，梗系支持下个老公啦。如果唔系系嘛吓，咁因为翻去跪嗰啲啊跪嗰啲石春路啊咁样啊死啦系嘛，咁所以听日一定要出嚟系支持下个老公嘅。呢次祖蓝碌爆人情卡，除咗揾圈中好友客串之外，连侄女都揾埋啊！侄女咧本身有啲天分啦，唔知系咪成家都系咁啦，咁啊，所以佢都做得几好嘅。咁我亦都觉得，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，啲朋友可能唔请我推介啊，都自然揾佢。佢真系一个好专业嘅细路仔演员啊！佢真系每一个 take 一 take 过，啲对白即刻俾佢背得到，所以我觉得真系我侄女系演得唔错，可能因我唔使嘅，我希望呢个戏收得好，有人宣传，佢就自然会无啦啦红咗噶啦，都唔使我捧噶啦。